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上山了，打了个赤龙包，啊对，就都散开了，好吃的了。哇塞，上面要吃很多，带的时候要注意了点。看这一朵，它已经长得很高了，相比这一朵的话，它也找到了长线，但是还是很嫩。哇塞，看这一棵好嫩，上面全是刺。好嫩，今天收获不错，大大小小的打了很多，而且这个非常嫩，像那个子弹一样。